谈个恋爱就变笨，亲爱的，你可以聪明一点吗？我有一个关于家人很白目的故事。有一次呢，我跟他在客厅，准备从厨房要走回房间里，然后他突然不知道哪里兴致来了，他突然脱我裤子，结果我爸突然开门出来，我马上拉起来，我就还是好快，我还是露了个屁股，然后我爸讲笑一下，然后跑去搬，我觉得没事吧？什么？亲爱的，你可以聪明一点吗？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